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68. Please stop your engine at once for inspection.你说是海盗船，护航编队往往要结合嫌疑船艇是否悬挂国旗、是否不顾警告、向背后船舶靠近、人员是否携带武器、是否使用武器攻击等具体行为，综合判定可疑船只的性质，并依法采取相应行动。 所以我们在经过二号巡逻，他拿回来就够了。不等驳，你护航条款都是一致认可的，需要规定，原则及主要条款。处置各种情况，确保了事出有名，行动有据。目前，依法行动已经成为我们海军每一名护航官兵的思维理念和行为习惯。